如何开智慧，如何直截了当告诉你怎么样在你过去必定要流转的过去众生业感之中，你如何当机立断当下回头的照见自己根本本来面目，那就是阿难识多，逝者识多。为什么逝者识多？就连你这一念心，你也是天天看的，都是你过去起心动念的一意处嘛。你不能够明白这个意义，你也就不能够明白决心嘛。就好像镜体之中之前你不明白那个镜色的飘骨盈溢的势力，你也不明白镜体。过去在这个势力之中，你因为没有发行故，因为不是行者故，因为不是真正要找到镜体的人的这种这心中的这种导引故，所以你看到镜色就是流转。将来已经是一个发了愿力要回家找见自信家山，找到根本本来面目的人，你再看的还是镜色向外的一意处，你能够明白那个一意的它的根本的本末因由时，你能够真正体会它那个一意跟飘骨的势力是如何呈现时，你已然念力已经踏上归途。所以这里面你要在哪里下手，就是这个识多中，就看到这个事多中，你看错了，就是感受之中念念随感受不同的感觉的这种凝视啊，凝视就是什么？每一个感觉就有每一个感觉的氛围，每一个感觉就有每一个感觉的轮廓，那如同一个房间，一个时空室。那就在这个感受差别的这一种这个空室之这个空间这个房间之中啊，你就感觉随逐这种感受一直在向下，一直不断的追逐贪婪，那就叫淫视啊。但这个淫视是什么？是这个视就是房室的视啊，屋室啊，就是房屋，房屋那个视，教室的视，淫视啊。但这个淫视是什么？这个淫视它里面所有让你一直不在这个一直在这个上面气氛上流转的，还是你先犯天咒啊？什么叫先犯天咒？大觉心体，它一定能够入世随缘起生感觉。觉心在起生感觉时，其实就是觉，一体都是觉，只是在觉上，它一定必定能觉悟，所以在觉中，你似乎就有了感觉的似乎的假想面貌。但聪明的人在这个感觉的假想面貌当前，他都还知道就是觉体啊，都是觉体啊。可就在这个假想面貌当前，就是什么？就是觉体必定能入世的最初的清明嘛。镜子这能照色，镜子照色就是一点上，就是一体。就在那个一体上，镜子照色时，就有了入世的最初的清明嘛。那个清明是什么？虽然能照青照黄照赤照白，但它是清楚不凡，它是最初能入世的最初的根本，叫仙，它是根本清明的不凡，叫梵天，那是念念之间必定心体能够入世的根本的心中清明的大咒啊。但就在这个梵天咒，他一定能够随其种种感觉的这个势力，本来是你的先犯天咒，可是就是这个咒中的势力让你躲在淫视啊，就是一个一个差别的感觉。所以摩登伽女用的是什么？摩登伽女是用的先犯天咒射入淫席啊，射阿难入淫席啊，就是你潜在那种感觉之中随逐那种感受的那种阴父，阴父就是女相，那个阴父随的感受一个一个清楚现前，光鲜现前的时候就是摩登伽，光鲜现前就是摩登的，就是摩登伽。就这种阴父之中，其实它就是你根本本来的心性中的先犯天众的清明，可你看错清明，就变成摩天伽女的摄入淫席的咒语。决心就在这个感受之前，
本来是觉中的清明，可是变成感受时，整个感受啊，把你整个觉体，觉体遮片，觉体啊，遮片。所以你在觉性上仔细思维，明明是觉体，变成了感觉以后，它就变成了感觉的这一个体面。然后这个感觉这个体面呢，它事实上就在哪里？就在你觉体的表面，就在这个表面上。但是就在这个表面上时，你却忘记了觉体的表面，将来你就随着这个感觉的这种淫逸贪爱，你随着起身幻觉的贪爱你去流转。所以最初的这个感受现前时，它都在哪里？它都在阴宫伏魔你的觉体。任何感觉那种相状就叫阴宫，所以它从一个身一个宫，它念念就在你的觉体上伏魔的。你看错了，从此以后失去你根本的清明了，失去你根本的清净，叫做将毁戒体呀。就那一念之间，在这么样强烈的阴宫伏魔将毁戒体的阿难实现，谁能够在这个上面能够照料，能够拔出为佛事者？所以就是跟他说的，就是跟阿难说的。所以这一整部经就是在这一个心念之中。所以要是把阿难到摩遇到摩登伽这个中间的所有的经文的公案，你都能够把它整合省会在心性之中，看到心性之中原来都是如此时，你就明白为什么古德说开智慧的楞严。那是一个行者念念已然在什么呢？能在根本现前的最众生业力最刚强处启程，直下担当的大回头，照见根本妙战本来的自信金源，找到根本的源头，找到自己的本来的原始啊，那才叫做大教，那才叫大教啊！所以他叫庆喜示堕十开权，就从庆喜开始示堕的时候开始，这个讲这部经文的所有一切的方便。